睇我啲煲湯，我呢個煲係真係好大個，係大煲。擺個筲箕落嚟比拼，你就知道呢個煲好大個。今日係煲咗煲緊牛蒡、紅蘿蔔、粟米、大南杏、慈實、沙參肉粥、花生、薏米、果皮，一大嚿瘦肉，是很多材料，真材實料。這個煲這麼大個，每天喝一餐，最多都是喝四餐，煲得再少點喝三餐而已，每天都是喝一餐就只可以夠。真是很多材料，還有蟲草花，我剛才都忘記了。不過我不喜歡不是很喜歡落淮山煲湯，以前我還會落埋百合、蓮子，落很多東西，現在不落那麼多藥材了。有蜜棗、藍棗，這些是金蟲草花，